最近太惨了，只剩一只虾了。哎呀，这只虾还是从冰箱掏出来的，哇，皮薄肉厚。哎哎，这个皮怎么那么难打开啊？今天吸一个十斤重的虾尾，如果我吸出来，赏我双击；吸不出来，双击一个不要，配点小红油。我红膏哎，吸出来了，能不能赏我个双击，宝宝双击双击，活跃一下你的账号，免费的，一举两。今天来一个超级母扇贝，必须配点秘制小辣油。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啥蛋？这么肥的扇贝肉没见过吧？见过应该，吃没吃过？哇，肥不？能不能给个双击宝宝？我替你们尝一下，告诉你们味道。哇，好吃！花了200个大米呢。哇，看，宝宝能不能赏我200个双击？哇，看，这是大扇贝丁，嫩吗？妈，双击打累死我了，这好不容易扒开了。双击双击。